我没啥时间。中文还没讲。哎，你们谁啊？那么过分了，把那英文已经丢出来了。刚刚英文可以啊。对啊，你已经把成功阅读丢出来，那你失败的阅读了，你。那你丢掉了。那不然我去。闹事哎。你们很逊哎，送男生这个礼物，人家一年级的都还有很有创意，送那个爆乳罩，对不对？这个是。见谁？老弟，他们女生生日，然后女生送女生爆乳罩。啊，那就下去吧。到了第四种了。他饿了，真的啊，他做重量训练。